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发布公告，决定2020年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至此，举国上下，网上越来越多人发文哀悼，一张张黑白的照片，无数民众自发地组织悼念活动，娱乐圈里的明星也纷纷发声，致敬这样一群坚守在一线，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英雄们。在明星的转发微博纷纷发声之后，粉丝们也纷纷表达了对英雄的敬意。明星这种群体活动带来的社会正能量值得点赞。